接下来自家机关的消息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，表演艺术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。在台湾疫情逐渐好转的时阵，嘉义县政府率先以提案精选的方式，开放邻近县市的表演团队来自由规划活动的类型，提供每一个方案90,000元，总共有11个名额，期盼团队会当透过小额经费的支持，在疫情的冲击之下，逐渐进行催化艺文产业的复苏。县长张良上午出席艺文振兴提案竞赛记者会，在主持人的介绍之下，在伊家己县的老大知名登场，现场模拟电台录音的现场，现场透过轻松趣味的对话，详尽介绍振兴方案的内容。艺文振兴提案竞赛提案计划将精选11案，每案90,000元，每一个团队上座会当提2个案。那避免群聚就是啊，把表演工作者他们表演的机会啊给剥夺掉了。那他们都是啊专业的啊艺术工作者，所以相对来讲等于剥夺掉他们原本啊的收入。那平常啊他们累积了很多的能量，那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啊做公开正常的一个演出。所以我们大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提出一个振兴计划，那希望他们可以做创作、做研习、做训练。所以我们从5月22号到6月12号，啊，都是申请期，而且它不只是嘉义县的团队，啊，云林县、嘉义市、台南市的团队都可以来申请，而且一个团队最多啊就是2个方案，所以我们会核准11个方案，那每个方案最高补助90,000元，也就是99万。我们希望啊大家赶快尽速提出申请，然后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寒冬里面。等待春天的来临。这次提案的团队以婚嫁家宴剧场连线，市立立案表演团队为限，开放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嘉义市以及台南市表演团队进行精选。提案的时间自5月22号至6月12号。县长张良5月初宣布，由嘉义县政府提供300,000元，配合转风车的返校日线上剧场，鼓励县民拍1分钟的短片投稿线上剧场活动。奖金将由县府支援，每一个人3,000元，总共100个名额。返校日线上剧场是个人的影像创作。这次艺文振兴提案计划是针对剧团的创作、演戏甲训练拢会当提案。最后公开呈现，会当在现场执行，也会当伫网络直播，或者是录影的方式。录像作品将会伫嘉义县世新大荣有线电视公益频道，以及县府相关的社群媒体等播放。这些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。给我人生最闪耀的宝石，没关系，这也没办法。没想到我辛苦的一生，竟然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很抱歉，我是一个贫穷的爸爸。这条C型肝炎实在太贵了，加上晚期发现，错失了治疗的机会，所以对不起，爸爸没能牵着我的宝贝。走上红毯的那一段，因此如今我只能在天上注视着你，但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幸福。嘉义市现在有免费名额筛检 C 肝，并且全额补助治疗，治愈率97%啊，爸爸！嘉义市是肝癌发生率全国第一，
死亡率全国第六，是C型肝炎的重灾区。以前治疗C型肝炎，它是需要施打干扰素，非常的痛苦。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C型肝炎现在有口服新药，副作用小，而且健保可以全额负担，97%以上的人可以治疗好。现在要请30岁以上还没有筛检的好朋友们，赶快来参加嘉义市政府办的免费筛检C型肝炎，免费筛检C肝，携手保护心肝。